我有去过那个叫好茶，好茶，什么感觉？好茶村。然后就是也是莫拉克风灾的时候，就让他们30年前从旧好茶迁到新好茶，那莫拉克风灾就把新好茶也就淹没掉，而且他们又从新好茶又迁到后来的永久屋。那我跟阿姆像阿文也去过旧好茶，就是曾经这旧好茶是一个非常足以自给自足的一个生活的空间，对吧？那国民政府在高龄管理的情况下，就把全村都从旧好茶迁到所谓的永远安全的新好茶，就在一个平房旁边。那后来因为雨下太大了，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就整个溃堤，于是就整个淹掉了新好茶。那我最近特别喜欢唱这首歌，因为前一阵子刚好也去了他们现在的永久屋。为什么要讲这个？然后昨天是921，就是灾难呢，只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频繁，因为地球就坏掉了，人类太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消耗了太多地球原本应该有的平衡，所以大家要，因为大家平手啊，不知道下一次雨会下在哪里，不知道下一次的灾难会怎么样，可是大家洁身自爱哈。那也祝福大家。那最近我们家最近因为搬回原生的部落，原来的部落，然后又开始做一些很用很古老的方式做一些小小的实验，比如说回收厨余啊，把它变成可以用的肥料啊，然后可能下礼拜就会开始回收大便，这样就家里自己，我们家3个人嘛，就把大便回收起来，就可以省水，然后又可以把我们身体制造出来的废物再一次利用。有没有很好的？不错。它其实并没有很复杂，就是一般的都会型的住宅其实也都做得到，因为现在已经有很便利的相关的商品，我们先试用了啊、哦。如果没有呢，其实我们就是放一个桶子，把它搭进去以后，用木屑啊，看你是要 Pinocchio 口味呢，还是什么其他的那个。卖那个木屑的那个制材行，我们台东有很多制材行，就去买一大包就30块，然后就大到桶子以后，把它用木屑把它干燥啊盖起来，还是就把它摆在厕所里面，它应该不会太臭了。回收大，我正在讲回收大，你就加入了我们，还吃一边吃东西。我那时候在想这件事，我其实心情很好，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啊，就哇，我可以处理掉那个每天要用那么多水冲进排废水管，然后最后流到大海的那个，可不可以又会省水，然后又可以让自己，因为我们都吃很好的嘛，很胖嘛，吃很好，就可以让那个东西再有贡献回到民族，觉得可以实践这个行为，觉得很兴奋。可是虽然是我们的祖，我们大家祖先以前都是这样的啊，这有什么好稀奇的？可以至少在现在的生活，我们可以试试看，创造一点点比较可以平衡的可能。要不然一直污染，一直使用很多能源，然后一直污染，一直使用能源，一直污染，然后就一直很不平衡的。那我们是可以少一点污染，然后。再利用，这样也不用使用掉太多更多的能源。理想中是这样，这样才能讲永续啊。要不然你们以后很可怜，你们比较早死啊。你们未来要面对的地球跟面对的世界更可怕。哦，一天到晚，不是什么什么石油危机啦、粮食危机啊，然后气候危机啊。
料。核废料。核废料。啊，核废料危机啊！对啊，核电厂都可以爆炸。还有，爱骗人的政府啊，很可怕，爱骗人的政府。